我后摆要娶了你就对了。我顶过想无你负责无，你也要娶阮查某囝安尼啊话，你活到二八岁，你还无找钱，甲今年还借钱咧过生活哈？你徛娶二八岁，还阁十后摆还袂烂？你食到二十八岁，你还阁人借钱，才有找活到今日咯？你家己钱家己袂起，你敢好意思？我再问第二句话，啊，你暗时爱做啥？啊！我二时半我去上班，啊！你暗时在做啥？暗时都无啦。啊！你往西往来娶我查某囝，所以我即摆同大家讲，你帮我查某囝来哦。你也负责就莫来啊！我你话问我，你话到底对囝啥什么什么想法？真简单，免负责，我就讲你真好啊。啥都做人的资格，你总有在饲你家己，莫讲饲我囝，你有在饲你家，你通娶一个某回来，你也在后某人饲吧。你家某娶来敢人生，你囝有在有人饲啊？你听意思无？这是上基本的嘛。啊、有一个查甫的吼，你家己都负责累累啊，安尼啊话，你搁人娶某，你还敢好？你啊，还袂娶某之前的人吼，你搁想清楚，你即摆家己都饲袂起啊，你敢娶某吗？你啊，家己即摆趁钱，还趁不够家己食，较认真嘞，卖搁算啊，加做一班啊。我二是上一个班，啊，阮头家都无咧好加班，啊，有阵搁找一班来做，啊，无安尼讲啊，师傅无嘛要紧啦。就暗时我减一半啦，你听有无？其实我足少，我有搞求少少的啦。啊，其实我了后搭这款批，大家拢收到啦。这款人批，我回拢讲一句话啦。你有欠米无？啊，你有欠米，我欠米啊你。我你讲十个人吼，九个讲无欠，无欠倒啊，未晓死啊，要钱无啦，要米绝对无问题。你无迄才调，你卖共娶某好无？你无共娶出来，囡仔啊生生当啊，国国连是啥？我后摆也要娶了，你就对啦。我顶过想无你负责无？你也有坐真歹势，你家己都饲袂起，也莫娶阮查某囝。我袂甲你问讲你有财产无？万一阮了有厝，啊，阮了有嘛有车，阮了有厝水人收，万咪靠你饲。但我第一句先问啊，少年你几岁？我今年32好啦。你信用卡有看嘛？啊，卡查某借人贷款无？你想想看嘛，来，卡查某欠人钱无？啊，你信用破产无？你也要娶阮查某囝安尼啊话？你活到二八岁，你还无找钱，家己你还阁借钱咧过生活哈？你徛娶二八岁，信用卡阁十后摆还袂烂？你食到二十八岁，你还阁人借钱才有找活到今日咯？你家己钱家己袂起，你敢好意思？我就问第二句话，啊，你暗时在做啥？啊，我二时半我去上班，啊，你暗时在做啥？暗时都无啦。啊，你往西往来娶我查某囝，所以我即摆同大家讲，你帮我查某囝来哦。你也负责就莫来啊，家己都饲袂起啊，莫来再拖累别人。这在座应该是真侪查某囝，你后头讲去，啊，你莫生气。你即摆有负责人，你听你后头讲，做两班工课。你想看你安怎负责？够开嘛，对无？趁钱时间短嘛，开钱时间多嘛，好高骛远嘛。要来买好车驶嘛，要来贷款嘛，我喊你看我买好车，意思是要你知影啥？认真趁钱，认真趁钱，爱啥就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